侧面锁。那姐的肯定的，肯定的。你就坐过来，坐回来，坐。对对对。是啊。好，好。感觉这么长的假发怪可惜的。早晚都不行。啊，太麻烦了，尤其他这个头发丝特别细，尤其到冬天静电，还有容易断。视线怎么着？看不见了。还行，正的，但是头发是看不见的。这样，挪个地方吧。左手摁着一下，就像这样摁着，挺好的。哎，先扎起来吧，扎稍微高点。把那个圈发圈了，咱就这个位置，好，剪剪。
就这个位置截着哈。好。分尸分到身上去了，然后去冲尸一下，不要去冲尸一下，去冲就可以了。